40岁之前，我和女主所有的教导是重力；40岁之后，我和女主所有的教导是逃逸。我是三宝村民齐东根。每个艺术家画模特都是从老婆开始。徐悲鸿嘛，他也是画老婆画学生。好，过来看看一下。看一下。老婆说话不像，看。老齐的画风在家里也许难有共鸣，但是在艺术圈，老齐可不缺知音。杨景飘凯米，来自法国的学院派艺术家，跟三宝农民艺术家老齐就颇为相投。在你的画里面和了解的自然，你是在一种更有成熟感的去表达自己看到的自然。一图一阳两位艺术家成了知音，闲暇时两人还结伴去写生。你看，指导一下。我们景德镇来了一个法国的小毛猴。你在中国又过了一个中秋节。从没学过绘画的农民突然成为一名艺术家，这也许是景德镇三宝村才会出现的奇迹。